个闽南人闽南语电视剧爱好者的观看平台，这里聚集了很多喜欢闽南语电视剧的兄弟姐妹，上百部台湾闽南语电视剧，成千上万集片子，让你看到爽。我们有青龙好汉、飞龙在天、神机妙算刘伯温、龙飞凤舞、嘉庆君游台湾、济公周明曾版、甘味人生、花甲男孩转大人、一家人、情分、天若有情、大雄案番薯官、金家好媳妇、春风爱河边、日正当中、后山日先找、台湾廖天丁、细说台湾，四千多集每周还在更新中、蓝色水玲珑、台湾灵异世界、星星知我心、中国民间故事、施工奇案、真主人生、阿爸的愿望等百部电视，上万剧集。日正当中是于2003年首播于民视无线台播出的台湾电视剧，由王维执导，由张晨光等主演，制作人是好笑组，编剧李信邦、温丽芳、李宁儿、楚国、林真豪、陈雄化。江湖对耀辉来说，永远是一条不归路。原以为服刑七年出狱后，可以跟心爱的彩萍度过平凡宁静的下半辈子，并孝顺母亲，未料江湖恩怨何时了。加上命运弄人，让耀辉身不由己的卷入大方集团的恩怨请求，再度陷入情义难断、恩怨难解的腥风血雨里。日正当中将于9月10日周一晚上8点正式上线，每晚两集连更。天若有情是由游监狱执导，苗可丽、黄腾浩、林奕馨、潘柏希、李佳玉等主演的八点档连续剧。该剧讲述了坐了15年冤狱的李晓东刑满出狱后，找到叶、刘两家及其民富企业，是报三个恩、五个求的故事。该剧于2015年7月22日在台视首播，天若有情将于9月10日晚上8点起每日更新，红谷传奇将于9月12日起每晚8点起每日更新两集。诸葛亮与嘉庆君是由中国台湾导演诸葛亮执导，诸葛亮、青荣、许家荣、刘林、陈松勇、于天、贺一航主演的历史、爆笑、传记类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与嘉庆君是1987年的中国台湾拍摄的一部爆笑剧电视连续剧，该剧讲述的是乾隆年间诸葛亮欲找唯一亲人舅舅，抹料舅妈却勾结当地恶棍王豹毒害亲夫，诸葛亮因目睹了这桩通奸杀夫惨战而遭王豹追杀，遇上嘉庆君当上一品巡案等的故事。诸葛亮与嘉庆君将于9月12日起每晚8点两集连更，看诸葛亮爆笑登场。后山日先照是2002年由台湾地区制作并发行，由著名导演李岳峰改编，作家吴逢秋的同名小说而成的20集电视连续剧。本剧以花莲作为时空背景，从日剧时代二次大战结束到发生228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描写了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族群如何共同经历这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后山日先照将于9月11日起每晚8点两集连更。晚上播什么？这里先知道2018年9月10日闽剧场神机妙算刘伯温，第27、28集闽剧场阿爸的愿望，第12集闽剧场台湾廖天丁，第27、28集闽剧场大雄案番薯官，第23、24集闽剧场济公周明曾版，第23、24集闽剧场青龙好汉，第23、24集闽剧场甘味人生，第8集闽剧场飞龙在天，第13、14集闽剧场龙飞凤舞，第7集闽剧场日正当中，第1、2集闽剧场天若有情，第1集